干的，这节目就算正式开始了。对，他们前面都白演了。哎，那当然了，他们前面有说国家一级演员的，也有说国家一级导演的。啊，我比他们都强。我还说国家一级厨师嘞。你那就往后摆吧，那厨师就别往这儿说了啊。曾经，我是国家一级演员，现场辞职的啊。哎，为什么要辞职？因为改行了。现在我是魔术师。对，我也是，不客气说大魔术师啊。我拜了一个名师啊，世界上第一流的魔术师。谁呀？他的名字是鼎鼎大名，我说出名字来，哪位观众要记得住的话，一会儿朱迅那儿准备红包给大家，好不好？对对对对，我师父的名字也不算太难记啊，他的名字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啊。咱们啊，闲话少叙，咱们张嘴就练啊。张嘴就练。我就基本上张嘴练。看着啊，正经来来一魔术。哦，这啥呀？看着啊。给大家先亮亮，空盒子一个啊。来，我看看。哎，什么没有？这啥？哎，什么都没有啊。看好了。来，下面吹一口仙气，噗，走。哎呦，怎么样，各位？来，相信我是魔术师了吧？相信了。哎，你好好跟我学，将来你也有前途，好不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还看吧。大家都承认我的身份了。那么下面给你来一个简单的吧。看着啊。哦，这有两根绳子。绳子，一长一短。哦，这是那根短绳。这是这根长绳。这个魔术啊，说变就变。上面一个麻字，下面一个鬼字，两根绳。上面对齐，短的跟短的再对齐，长的跟长的再对齐。看好了啊，吹口仙气儿，说变就变。看看，是不是？哎。咱这魔术师当的，这东西，嘿，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这咋回事？你这个什么？我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我让你过来帮我了。哎呦，我讨厌这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什么？我这好容易这弄好了，你给我捣乱啊！这，反正我变出来了，哎，是不是？你这太简单了，你这个简单想看复杂的，你弄个难度大点的。难度大点的。对你这。我都会，你有愿意看难度大点的吗？来个难度大点的啊！行，看着啊啊，这是一块毯子，给大家亮明白了哦。哎，看见没有？规规矩矩，这边干干净净，这边干干净净，全没有啊。来啊，给我帮忙。啊，我给你帮忙。哎，搭着点儿。啊，中，好。这个变点什么呢？变点啥？咱变，给大家从这里头变一大火盆子。呀，好不好？哎，那是大火盆，大火盆。那动作得更大吧得。那你们甭管，哎，来吧，说来就来啊。啊，中。哎，火盆，来了。哎，看见没有？哎呀。是火盆不是？这，哎，怎么样？哎，痛哥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啊，你这个还不如我嘞，你这个魔术，怎么就不如你？你这全是假的，你变个真的出来，变个真的就变个真的，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告诉你，我变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变真的怎么了？乐什么乐？哎，你这塑料袋是咋回事啊？啊，塑料袋。说到这，我就是这个爱捡个垃圾什么的，这不环保吗？这不，是不是？不是，这比你强。你这都太假了，观众都不喜欢，都能看出破丁来。我
我给你请个人，我把我的魔术的师傅给你请来。你也有魔术师傅？那你来，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师傅闪亮登场。师傅这个还挺高。哎，哎呦，您怎么样？您是师傅？那肯定的呀。这又个子多大的师傅？不是您先别吹啊，我看你像摔跤的啊。比划比划，真会变魔术吗？那当然了，你都会变什么呀？我们听听。会给他唠唠啊，变一个绳子魔术。哎，我刚变完啊，我要不是他捣乱，我变得真是非常成功。咱俩变不一样，我能把这一长一短变得一样长了。我刚才就是，你咋不一样啊？你来，你来，这头找这头啊啊！我刚才也是这样，这头找这头，我一样。你吹气。我也吹半天了啊，吹了，我就剩吹了。刚才你吹的都废气，得我吹啊。你走，怎么样？不要他，你松开他，你把那松开一点。我刚才单手拎，哎，怎么咋样？哎，不是这算你蒙上来。哎，蒙上。我刚才说要变一大火盆，你行吗？啊，不许贴字儿的啊。大火盆，哎，大火盆，就是真的有火，对，着火的，哎，我给您试试，这行吗？我再给您试试，还一样，来，坛子交给我，你看他，变什么带什么，啊，坛子面啊，坛子底儿啊，交代好了，交代好了，里外交代清楚了啊，您再来吧，一样，往肩这一搭，哎，刚才说您说变什么来着？大火盆，大火盆是吧？哎，就在地上放着，您看好了吧，嘿，火盆呀，这可就来了啊，嘿。怎么样？哎，祝大家日子火火火火！